一 <noise>，那个宾馆的电话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八三三六七七二二。我写一下，八三三六七七二二，22, 对吗？对。那个宾馆的电话是多少？ 一 <noise>，那个宾馆的电话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八三三六七七二二。我写一下，八三三六七七二二，22, 对吗？对。那个宾馆的电话是多少？ 你在这儿做什么？等我的丈夫。你们要一起出去吗？是的，我们要去买东西。女的在做什么？二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 等我的丈夫。你们要一起出去吗？是的，我们要去买东西。女的在做什么？三。 今天你几点下班？我六点下班。下班后我们一起去买书吧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很累，想早点儿回家休息。男的，下班后要去哪儿？ 三，今天你几点下班？我六点下班。下班后我们一起去买书吧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很累，想早点儿回家休息。男的，下班后要去哪儿？ 四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的手表不见了。我帮你找找。这是你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爸爸的。那个手表是谁的？四。 你在找什么呢？我的手表不见了。我帮你找找。这是你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爸爸的。那个手表是谁的？ 五，你好，您要喝什么？我要一杯咖啡。我的儿子要一杯热牛奶。还要什么？没有，谢谢。男的要喝什么？五，你好。 您要喝什么？我要一杯咖啡。我的儿子要一杯热牛奶。还要什么？没有，谢谢。男的要喝什么？ 六，今天我想请你看电影。今天我想休息，明天怎么样？可以，明天下午三点见吧。好的，明天见。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 六，今天我想请你看电影。今天我想休息，明天怎么样？可以，明天下午三点见吧。好的，明天见。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 七，王先生，有人打电话找你了。什么时候？谁找我了？三十分钟前，是你的女儿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谁找王先生？七，王先生，有人。 打电话找你了，什么时候？谁找我了？三十分钟前，是你的女儿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谁找王先生？八。 下个星期，我的哥哥要来北京旅游，是吗？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是的，我在想哪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。我帮你找一下。他的哥哥来北京做什么？ 八，<吧>下个星期我的哥哥要来北京旅游，是吗？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是的，我在想哪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。我帮你找一下。他的哥哥来北京做什么？ 九，你好，买点儿什么？你好，我想买点儿鸡蛋和鱼。今天鸡蛋卖完了，鱼还有。那我买点儿鱼。男的买了什么？九，你好。 买点儿什么？你好，我想买点儿鸡蛋和鱼。今天鸡蛋卖完了，鱼还有。那我买点儿鱼。男的买了什么？ 十，你穿的是他送你的衣服吗？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颜色很漂亮，但是有点长。是的，男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十。 你穿的是他送你的衣服吗？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颜色很漂亮，但是有点长。是的，男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